那博文老师出道这么多年，不要讲最近的，你以前有看过谁有变过吗？就是谁有假唱？因为上帝要我们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。对，然后最近不起，就是背不起。耶、yeah, ，我就知道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改变主意，你们一人交700块餐费。他讲出来会不会恐怖啊？好，不然这样，我不但请你，我再给你700。不要再问了，好吧？黄国伦被逼问假唱风波快发疯，直到五月天不想博这个流量。我今天也会唱很多歌，但是我很乐意跟奶昕。我们为了让你来听歌，我们还请你们吃饭。黄国伦事后和爱妻寇乃馨出席个人音乐分享会，身为资深音乐人，不免要来回应近期艺人们的假唱风波。你真的听出来他是假唱还是真的？你听得出来？有的听得出来，你听得出来？我是听得出来吗？当然听得出来，半信半疑。那五月天呢？我们去吃饭。我真的被骂爆。怎么样？啊？决定要得罪谁了？我现在还不想博这个流量。我觉得五月天，要专业角度，对啊，专业角度，音乐人的专业角度。哎，我觉得王志明现在进步。哎，你要讲王志明怎么？开玩笑。我认为这一波的所谓假唱、真唱、中风波，我觉得对歌坛不是坏事，不是坏事。我认为。我觉得你可以。因为我现在我等一下要去把我假唱的部分关掉。没有啦，假唱。那博文老师出道这么多年，不要讲最近的，你以前有看过谁有变过吗？就是谁有假唱？因为上帝要我们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。关心一下那个一八卦，然后最近不起，就是背不起。耶、yeah, ，我就知道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改变主意，你们一人交700块餐费。他讲出来会不会恐怖啊？好，不然这样，我不但请你，我再给你700。不要再问了，好吧？哎，这样我好像要上台了。上台、哎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影响我的心情？就说我等一下上台，不要问我五月天用什么方法。蔡依林可以吗？蔡依林就不熟啊。那还是一起发光。真的就是祝福大家，然后呢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越来越好吧。这等于没讲，这等于没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由发上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木成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宣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卓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朋友们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。